或者我講一啲我哋參選一啲諗法，然後就俾大家再問幾個問題咁啦，跟住我就上上邊報名啦。個聲音 OK 啦，大家係咪？我哋今日嚟咧係報名參加立法會社福界功能組別選舉。我哋今日嚟咧係為弱勢社群係發聲嘅。我哋睇到學童自殺係令人心痛，殘疾人士嘅支援服務不足係令人心酸，老人院輪候時間長係令人感到無奈嘅。特區政府係多次表明，福利嘅開支已經係佔政府總開支嘅第一位，但我要問特區政府，究竟我哋嘅弱勢社群係咪得到最恰當的照顧、最合理的安排？我的答案是 No， 未到位。社工專業是一個助人的事業，是服務人，但是面對撥款制度的缺失、福利規劃的不完善、社工工作量大、人手流失、士氣低落、助人者自己都不能自助，我哋認為香港已經病咗，社工迷失咗，大家感到無奈、失望，甚至係放棄。我哋睇到喺城市裏面係好多人係哭泣嘅。我自己啱啱跑完馬拉松，我深深體會到路途上嘅艱苦、無力嘅感覺。冇錯，放棄是很容易的，但這個不是我們的選擇，因為我們相信只會繼續跑，最終是會到達目的地。我今天參選並不是想像做一些很偉大的工作，我只希望幫得一個得一個。我從事社工40年，我很喜歡這份助人的工作，我喜歡北斗星，因為它是天裏面是幫我們照亮方向。我願意做一位北斗星，亦都希望能夠指引其他人的方向。我今次參選就是延續今次北斗星的理想。在這裡我亦都向大家解釋一下，我落到幾位的選委會的提名的一些朋友，在我的文件裏面都看到個名單。在第一界別裏面，我是得到盛志文先生和陳世明先生是 幫助我提名的。盛志文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他都公開表示很願意是支持一些非建制派的朋友是參選，所以我很開心他給我們鼓勵和支持。陳世明先生也是一個銀行家，在過往的接觸裏面都大家有認識，我亦都好細心咁樣解説我哋嘅一啲嘅參選嘅理由，最後佢都係俾一個提名我哋。第二階段我有張仁良校長同埋麥慶歡大律師，我好多謝張仁良俾我個支持，我提出向佢希望佢能夠支持我，佢二話不說就話冇問題，叫我去攞提名。多年嚟嘅朋友，種感覺係非常之感到一種温馨嘅感覺。麥慶歡大律師就是透過湯家驊
的民主思路呢的朋友呢是得到这个提名。朱玉清先生第三界别是劳联的朋友，我们这么多年来同年年有充分合作，他今次都是鼓励我们今次参选。叶嘉莲先生是一位退休的社工，亦都是我多年在界里面的合作的伙伴，他亦都是很高兴能够，或者我们很开心是得到他的提名。他是代表宗教界。李汉雄建筑师和林伟娇先生我们认识比较少一点，在这个界别里面呢我认识的朋友不多，所以我都透过一些朋友去做一些介绍。很坦白说，我亦都接触过卢文娟先生、谭耀宗先生，同埋一啲喺社会上有好阔嘅网络嘅朋友咧，透过佢哋边咧系帮我哋推介同埋寻求一啲协助。咁佢哋都好愿意帮助我哋介绍啲朋友俾我识，而我哋接触佢哋咧，最后得到佢嘅提名。第五界别有简松年律师同埋黄子文先生，简律师系亦都喺公开讲过，30多年前我哋已经认识噶啦，我哋喺屯门一齐喺地区里边工作。黄子文先生亦都系喺油尖旺區活躍的社區人士，這方面我們有接觸和有認識。所以我很坦白跟大家說，我們 是經過很冗長的時間去接觸、去尋求人們的支持、一個一個也是比較、用心用力的方法呢去得到今天的提名，以致我們有機會呢是今天是可以報名參選立法會。我就向大家、交代一件事，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 問我們幾個問題好嗎？我相信今日咧係用好粗疏嘅過往嘅兩極兩個派別嘅分法講今日嘅政治形勢，我覺得係可能追唔到今日嘅時勢嘅啦。好可惜，今次係好多傳統嘅泛民嘅政黨咧係冇參與立法會選舉。咁呢個變動對今次嘅選舉咧係有咩影響呢？我相信用日子時間嚟體會啦，因為呢個分析咧都係冇一個過往歷史嘅經驗。我哋新思維定係一個理性務實。願意對話、追求民主、為基下階層利益著想的一個政黨，我們有信心我們是得到社會人士的認同，也都希望我們努力呢在今次選舉裡面呢是得到勝利，這個就是我們目標和理想。至於我的對手，或者我都不便多談，我只是簡單說他是一位年輕的社工，我們希望今次的選舉裡面呢我們一個淑女君子之爭，大家比拼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專業，讓市民呢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這個是我們願望，希望今次選舉呢達到今次的效果。剛才你的對手呢就都有提到，即是你覺得他的優勝地方是年輕，另一個就是你時間要求，即是你的經驗所那個今年的選舉是比較高，那個選舉怎樣是不是都覺得是作為即是當然我都相信自己的能力，所謂各有所長，各有精彩啦。咁我哋嘅選舉唔係用選情嚟分析去定輸贏嘅，我諗最終都係透過自己努力啦，自己嘅優勢去表達俾選民聽，而爭到選民支持先係重要。我睇唔到一個選舉喺分析裏面已經做咗結果而變成咧係輸贏定局。我相信今日先係開始，我哋會好努力去爭取每一個選票。得爭取社工對我哋嘅支持。係，我都想問翻，即係今日我哋都攞到呢個足夠嘅提名俾佢哋啦。其實知道你新市委新市委員都仲有兩位嘅人想參與，想問嗰邊嘅本地工會，即係而家暫時係攞到一提名，即係信心可以咧係。當然我哋表態出嚟參選，一定會有信心啦。亦都會努力去達成呢個效果。咁我好認為我自己嘅爭取呢個選委咧係一個過程，都係一個吃苦嘅過程。但係最終我哋達到效果，我都相信我哋兩個黨友而家都努力當中，有正面嘅反應，我哋都有信心，最終我哋可以攞到提名咧，從而咧可以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
啊，或者俾啲時間佢努力先啦，係嘛？唔好俾個壓力佢哋啦。你目前即係攞到嘅十分係咩？啊，即係有冇部分嘅係都係即係辛苦為人？我諗呢個具體我哋依暫時我哋未有好清楚嘅交代啦，啊，因為處理嘅工作咧係有啲複雜性嘅，咁不如等我哋有明確嘅結果，我哋再詳細加解釋街坊嘅意思。我只係講話我兩個兄弟都係日以繼夜咁好努力係做緊嘅功夫，我哋有信心，我哋亦都會認知咧係有一個過程，呢、這個過程係我哋要努力嘅，咁我哋希望做好件事。首先我哋好認為咧，有多啲非建制派出嚟參選係一件好事嘅，亦都希望能夠有多啲嘅非建制朋友咧，能夠贏取嗰個議席，喺立法會裏面有多元嘅聲音。呢個我哋一個主觀願望。我哋新思維都好主動咧，係接觸咧其他非建制派嘅朋友，無論個人或者組織，我哋都主定會去接觸佢哋，伸出我哋嘅橄欖枝。呢方面咧係雙方面嘅，不能單一去想像，但係我哋會努力做呢個功夫，因為我哋相信非建制派多啲團結咧，對非建制派嘅選情咧係好有利嘅，亦都令到多啲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咧更加積極去投票。當佢哋對我有信心嘅時候咧，我哋嘅勝算就會提升。咁所以我認為非建制派多啲人參與合作，係對整體嘅非建制派是有利，我亦都不希望將來的立法會是建制派是主導曬一切，因為缺乏多元聲音，我不認為這樣咧對政府施政是有幫助，亦都係對政府對社會的發展咧係有利，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議會而必須有多元的聲音，所以我希望非建制派其他朋友大家努力，大家團結，達到最理想的成果。我聽唔到。暫時係咪都未有接觸啊？其實我唔能夠個別去解釋或者去講個別啦。喺呢段時間嚟，我哋事實係有同好多非建制朋友有傾談嘅，有交流。咁我哋呢個工作都未停嘅。咁當可能有一啲明確嘅做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同大家交代。正如我哋同民主思路，當我哋有合作結果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同埋解釋件事，但係而家喺過程當中咧，我只能講話係不停地有唔同嘅非建制派朋友咧，係同我哋有交流、有接觸、傾談、探討合作空間。咁呢個就係我哋繼續去做呢樣嘢。阿明，我想問咧，即係經過咗兩位嘅非建制派朋友咧，你覺得同佢哋個立場係咪有啲相近？未來如果合作嘅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啲政治上嘅空間都可以？我自己認為非建制派的朋友應該有絕對的合作空間，正如剛才我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們多些合作團結呢，是對大家選情都是有利的，律旁相濟，律旁相爭，建制得利，我相信這個不是香港市民所見到的，所以在選舉過程裡面的合作呢，我認為大家都有好處，將來有幸大家都入到議會的時候咧，我哋更加需要團結，因為我自己觀察，非建制派的定義就是我哋係比較着重爭取民主，我哋係比較嚴厲的角度咧，係批判政府的施政，希望佢哋施政為民，亦都我哋比較着重咧係中下階層的利益。我相信啲共通點都是非建制派的人的理想和目標。咁喺個基礎裏邊咧，將來喺立法會裏邊咧，我覺得絕對係有合作的空間。當然非建制派亦都有個光譜嘅，可能當中都有唔同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啲嘅小節咧，係不影響我哋將來合作。呢條問題好容易答嘅。如果我們不找建制派的朋友去作今次提名，那你只能聽到。
可以攞到幾多票咧？我相信而家話勝算攞幾多票係言之尚早嘅。真嘅，今次係傳統嘅泛民冇參與今次選舉，整個政治環境氣候係有改變嘅，係有唔同嘅。但係結果出嚟係點？我相信今日都係大家憑想像去估計咧，我覺得冇乜價值。如果我作為候選人或者我哋作為一個政黨咧，唯一嘅做法就係努力做好我哋嘅選情，努力做好我哋選舉工作，一票一票咁樣爭翻嚟。我相信呢個先係對我嚟講係一種即係正向一種嘅態度去處理今次嘅選舉。估量今次嘅選情，大家各有睇法啦。但係總嘅嚟講，我亦都會相信香港係有唔少嘅市民咧係支持喺立法會裏邊咧有多元聲音，有建制派以外嘅另類聲音。呢、這個我好有信心，好相信，同埋我都睇得到。你講係選委會啊？對新思維講。全部朗話全部都難我自己體會來講全部都難，其實我已經在專業方面我已經很有信心，但是在到最到今到昨日為止我才最後拿到那個票數。那對新思來講，坦白我們謙卑一些，我們是一個細黨來的，那別人都要看多些我們的資料和我們經多些才能夠可以對我們有信心。我自己的經驗都是有困難，那我兩個兄弟我預計是會比我的困難成三倍左右，那希望他們繼續努力。不過我們說會不會有些人幫我們推介，即係有啲介紹我哋嘅網絡比較弱啲咧，咁有啲人介紹，咁我哋去揾佢哋。冇一個係直接打電話嚟嗱，我提名你啦，多希望支持你，係冇嘅，靠自己嘅努力。兩位兄弟靠自己努力，冇天賜嘅選票。在那個聯絡或者 去爭取提名的時候呢，我覺得有個比較多的聲音很清楚的，大家都認為立法會應該有多元聲音，立法會需要有建制派以外的聲音，他們因為這個因素為主呢是給我個提名的，他不是說因為你幫我爭取民主，你幫我爭取商界利益或者某個界別利益，我這個比較少聽，我們有討論有交流，但是我的感覺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是說，喂，你們有另類的聲音，你們不要跟建制派一樣，那這個是我們得到比較大一點的反應。到一刻嚟講咧，我哋繼續係沿用我哋嘅計劃。咁但係大家都留意到咧，我哋陳家偉喺中委裏邊咧係會帶領住咧，會睇住個政治環境裏邊咧，我哋有調整嘅。好坦白講，其實我哋有 plan A， 有 plan B， 亦都有 plan C。咁呢個咧，我哋係會按當時嘅政治環境咧去有咗調整。但係今日嚟講咧，我呢個變動係未有嘅。咁亦都個變動咧，或者個政治形勢咧，都係每日都有唔同。咁我哋都會觀察住。咁就陳家偉負責個帶領住中委咧去處理呢件事。好啦，差唔多啦，唔該曬，唔該曬，攞翻張相啊！